快十年前有来过马祖，不过那时候去的地方是南竿，然后有做一些影片记录。那时候对于马祖的想象就是它是很靠近大陆的群岛这样子。在艺术计划之前是有听过马祖，但是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来过马祖。没有，这是我第一次来。听过马祖，但是没来过东引。对，我从来没有来过。其实我对于离岛的经验是非常的弱。这次来的时候我就特别选东引，因为跟上次南竿是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没有什么想法吧，就觉得来这边看到什么就有新的印象这样。以前还不大知道到底长怎样的时候，就以为跟金门可能会长很像，但因为我也没有去过金门。但因为身边有不少朋友近期很常来马祖，所以至少在视觉上我印象就是很土黄色这样。对对，马祖的概念很薄弱，大概只知道就是它可能是很多个小岛聚集在一起，然后也不知道说东引就是它实际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然后那时候在写计划的时候想说，哦，那沿岸风景应该可能是走走沙滩啊，然后看很漂亮的海面这样子。然后我记得那时候馆长就跟我讲说，哦，你一个小女生来海边你要坚强。然后我想说，哎，到底有什么好坚强的呢？然后他就说，哦，因为这里都是断崖。我那时候会觉得，哎，这个地方会不会属于一个，哇，没有电话，没有网路，什么都没有？那这当然没有那么夸张了，就是稍微夸饰，就是当然它一定不会比台湾本岛来的方便。想象就是这边可能物资缺乏，那人口很少，所以我可能平常找不太到人聊天，就是只能够想象，就想象以前它这里是战地的时候，对。然后我知道现在就是观光的比较发达的一个阶段。对，那这是我来之后完完全全就是重新开启了我对马祖的认识。嗨，我是晴玉，我是今年在东莒驻岛的艺术家。我这次的计划是，就是因为马祖以前是战地岛屿，所以当时战地时期在北竿留下了一个播音站，对对岸对话，然后新站的一个功能。那现在就是一个无为的、非常巨大、高十米的水泥的废墟这样。那所以我这次想要做的事就是我想要重新去取代这样的声音，就是以前可能是透过政府它是有文稿的状态去直接去朗读，那现在是去收集真的住在岛屿马祖生活的人，他们从日常出发用他们的声音去跟对岸对话这样。那最后我是希望计划以就是重新复刻一样的播音站，但是用比较轻巧的材质去取代它原本的沉重的水泥这样，然后声音也是就是替换成现在日常由居民的声音，就是把话语权还给居民这样子。对，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吗？不知道。啊？知道吗？有看过吗？没有。它在北竿。这样子就来一下。好，那好了，那个我们先来看你们选一下颜色要不要？不要。好，绿色。你也可以白 色。你也可以白色。你们原本要石膏的白就不要加。如果失败了怎么办？想要加，对。我也失败了。失败可以再做一次。的确是有可能会失败。还好吧，你是小车，那个轮下单车。因为呢，可以看到我这个灰会影响到什么？然后会有科学家会。强啊，桃子啊！其实也蛮空的吗？其实也蛮漂亮的，其实也蛮漂亮的，他要崩溃了。
大家好，我是明璇，我是这次艺术游集来到东莒驻村的艺术家。我这次的计划的名称叫做流动光影，听东莒老屋说故事。那基本上我是一个表演艺术的工作者，对，然后我这次来岛上驻村是希望能够带领小朋友们制作光影偶戏。然后这十天以来呢，其实我已经完成了两场的工作坊，一场在东莒的幼儿园，一场在东莒的国小。对，那我就发现说这边的小朋友其实对于制作偶戏是很有兴趣的，我就蛮开心的。它变成这么大一个呢，决定，然后它这个就可以横的，是荷兰；如果是垂直的，还好我们关掉之后就会，对，就会一个圈，就一个圈圈，那其实很美的。对，我在上面有戳了很多洞，花了很多时间，就是要制造那个有一个情境啊。你个大也没关系，你背后用胶带。所以他的这女生的好朋友是一个个子比较小的男生，木偶。嗯，是麦块里面的房子都要自己盖出来。有话要说。那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嗨，我是维婷，我是这次驻村东莒的艺术家。这次原本的计划是叫《睡醒记忆的痕迹》，然后主要是想记录东莒沿岸的风景，然后会以就是色彩啊、物件或是一些风景的质感作为创作的元素。然后这次的话会有，原本是预计有三场工作坊，然后工作坊主要也是以版画为主，然后版画是用东莒附近的风景景点啊，像是灯塔、或是国之北疆来做记录。我自己创作的习惯就是我很喜欢做速写风景，所以我一到东莒的时候，我就是大概把每个景点沿岸都走一遍，然后就大概可能用素描的方式去绘图下来，然后再带回来去做版画的刻印。然后这次的版画的素材，我是去海边，就是看如果有不要或者比较小块的木头，然后比较适合的基底，然后就把它带回来，然后自己去做刻印，自己完成这个风景的版。然后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所以想说可以带你们来做一下纸板版画。之前有做过纸板版画，然后这个是可以让我们做对位版的东西，有鸟飞过嘛，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鸟把它粘上去。我们只要是纸板就会上阳板漆绘的工作，不管有没有，不管要不要封板嘛。对。嗯。如果你们有做鸟啊，或是比较多的小纸块在。好了，感谢大家。大家好，我叫吴尚谦，是这一次艺术游集派驻到东莒的艺术家。那我这一次来主要负责的是音乐这一块，音乐创作这一块。我所担任的一个角色大概就是运用我自己的想法，融入当地的所谓的人文风情，这边的风景以及当地本来就有的一个民谣，去做一首属于这里的音乐。那我再把这个音乐带出来，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享受得到这个旋律。这首曲子总共分四个段落，那第一个段落指的就是我刚走到中柱港三个大字，哇，很宏伟，在峭壁上面三个大字，放眼望去看不到我要住的地方，都是山路。我想，哇，糟了，这个扛着行李，背着背包，拿着一把琴，这要走到什么时候？那个时候的感觉是写成第一段，所以你会在乐曲里面听到我们在乐理上所谓的叫做声部交错大跳。好，那没有办法，我非得要照着这个来写，所以它其实有一点不那么符合我们纸笔上所谓的乐理课所禁止使用的一些素材。那第二段它有一点倒叙，我到了这边，好，我终于卸下行李，喘一口气啊，
原来没那么可怕。所谓倒叙，就倒着叙述回我人在船上摇啊摇，坐台马轮嘛，台风刚过，其实风浪算大。然后那一次在船上还睡不着，遇到一个老大哥，他是南竿人，所以那天晚上几乎是我跟老大哥就是一路喝酒一路聊天，聊到六七点，片面的了解一个南竿人口中的东引，以及船这样载浮载沉那种感觉。第三段就是我说的 B 段，那就是所谓的月光光，就是我在这里所采集到的一个民谣，算蛮著名的民谣这样子。那我把它从四四拍改成三四拍，让它比较有一个舞曲律动的感觉，所以我放在第三段，它是这整首的主旋律，月光光。第四段我反过来想，就是其实在这个岛上我每天会聊天，跟照顾我蛮多，包含刚刚音乐会帮我摄影，呼朋引伴来听的叫做国军弟兄。所以我第四段写的就是描述第一线我们最辛苦的国军将士，因为没有他们的存在，就没有这个人跟这首曲子的存在，所以最后一段写来纪念我们的国军将士，用比较严肃的巴洛克式手法。好，那整首曲子大概是长这个样子。我是冠杰，我是这次驻点在东引的艺术家。这次执行的艺术计划其实最主要想要可以呈现马祖的一些景点或者是地景。那本来是锁定灯塔或者是像中柱岛这样子的景点，那来了之后其实发现了其他的一些有趣的东西，所以还在去做创作实验这样。我这次工作坊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做东引岛灯塔，那这部分的话我就是以东引岛的形象，那个灯塔的形象去做这个设计。那在游客中心做的时候会遇到比较多的是像散客，然后跟来咸味岛做的时候其实遇到的人还是有点不太一样这样子。那这是一个部分，然后第二部分我去幼稚园跟国小，我就使用了更原始的方式，从零开始的立体卡制作，那就做了鸟嘴，因为这边的话就是会有候鸟，所以我就以鸟类作为立体卡的教学这样。好，那灯呢？海洋，海洋好，樱花牌子，是什么？樱花，把它打开来。可以自己设计你的，看你要设计。Ray， 你会这样子吗？要剪刀吗？剪刀，大家一起轮流。好，等下大家慢慢剪。你负责。你要画吗？要要要。打开。是吧？嗯。然后我从后面把它往前推。哦。这样是嘴巴就出现了。哇。从后往前推。推往前。因为这是国立新竹美学馆，他就是希望我们这次先以田野调查为主，就是可能跟居民有交流这样，然后可能明年再回来把结果就是成果做完。对，就是访问人以后就发现马祖是一个有高度一致性的生命君子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可能采访的人他们给我的故事都很像，
就是他们可能以前比如说哪一代啊，从福州过来啊，可能一开始渔民，然后做军人的生意什么，我觉得那样的他们的生命经验，几乎我每访问每个人都会给我一样的故事，然后可能或者是想法什么都也蛮接近的。但我觉得这也是马祖就是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反而是从这样的一致性里面，他变得很神秘，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更认识马祖的，就是文化脉络。对，这一次的驻村计划，我是觉得时间有点太短了，因为大概就是一开始来的时候是因为台风天，所以又延了大概5天，所以实际进来大概2个礼拜。我是觉得可以再久一点，因为这边真的是一个还蛮风景很漂亮，然后景色非常特别的，有点像是欧洲的那种小岛的那种感觉。因为这里其实没有什么交通号志都没有，这次可能比较多是找寻灵感跟一些创作的方式，比较像是在完成计划前面的实验性的阶段。所以我这次比较对风景感兴趣的是它的每个据点都会有一个小小的窗景，那个窗景你从远处走过去的时候，你会先看到的是窗景会是白色的，会是像有一道光从里面发出来，但是你再往更里面走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窗景会是有360度，就是可能海平面或是断崖的风景。另外一个就是之前有提到，就是那个地质的环境，就是它这边很多断崖的接力跟肌理，也是我蛮想去做创作的一个元素。然后就是希望之后在返场计划的时候，可以以就是窗景跟地质的肌理，然后来去做比较完整的整个创作计划。我希望我可以有机会再回来这里呢，因为我们这次的时间其实我就20天，对，那我现在已经过了一半，剩下10天，可是我觉得一切才刚开始。我希望之后的返场的驻村计划，我可以再回来这里。我一时来到这边，我最开始写的是四重奏，缩编为三重奏，到最后剩索纳塔两个就上台了。那这一点对我来讲是遗憾了。如果之后我有机会返场，或是再来这边做其他的音乐，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搭着这些活动，让他们并存，九九对庆嘛。然后前阵子是白马尊王绕境，然后中间还有一些市集，这些属于岛上的活动，以及咸味岛他们既定像银海啊这个戏剧活动，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搭着这些活动，让他们并存。音乐跟那些活动是有互相关联的，他可能就是在写白马尊王，可能就在讲对庆。我其实还蛮期待，有时候看到渔船会觉得，如果有一次机会可以体验去捕鱼，或者说跟渔船出去，我感觉蛮有趣的。或者是说我看蛮多人在钓鱼的，所以好像在这边钓鱼打发时间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那最后还有什么想说的？最后我补充一个我在这边看看的书好了。对，就因为我来咸味岛之后，店员有推荐我看那个当地的著作，然后也是那个陈主任写的嘛。然后我看的时候，其实我蛮感动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身为一个观光客或者是一个短期的来客来讲，其实你比较没有办法去体验到来这边的困难跟困苦，还有这个岛上你长时间相处的话会有其他你意想不到的刺激。可是看了本书之后，我就可以看到早期先民，也许60-70年前那个时代，这边没那么方便，然后你可能生活很困苦。当我看到书中这段落的时候，我就联想到哦，我在岛上觅食这么困难，我这样讲有点讲太重了，就是觅食没那么容易，就是比较起来就是相为轻微很多。然后我在里面书中也有看到一些段落是形容他们早期在面对比如说有暴风雨或者说天气很差的时候，他们可能在房子里面也是会失眠，夜不成眠这样子。那我觉得像在大海这种很孤立的感觉，就是无论是过去包括是我来这边的时候，有几个晚上我甚至会觉得我好像有一种被困在这边的感觉。如果你说天气不好什么的话，你想要跑到其他地方，你是没有地方可以去的这样子。所以这是我来岛上的一些比较印象深刻对的感受。
not so sure that I can stay. High above these clouds with you, I'm not sure where I'm going to, but I